们弄了点数字油画，都是我们学生自己画的。好的，好的。贴在方舱那个教室里。我们接到这个通知到筹备到现在就短短的两个小时时间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学校里储备的物资，还有一些呢是我们老师捐赠了一些玩具，还有一些书籍，我是骑着电瓶车一家一户去拿来的。我们的方舱里的学生，他的年龄段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覆盖到小学、中学。从中午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求助以后，下午基本上他们的物资还有一些课程都已经开始准备起来了。所有为小朋友准备的物资到了以后都会安装进去，这个呢是我们用来做学龄前小朋友的房间，这个呢是我们低年龄的同学这个学习的房间，这个呢是我们专毕业班的同学准备的，相对来说比较幽静安静的单独学习的房间。现在我们共同努力，就是为了尽快复工复学。